小爱同学，对，叫爸爸，爸爸，哎，小度，小度，嗯，叫爸爸，别别别，别这么客气，老管我叫爸爸可还行？我刀呢？主人冷静，我考你个问题，你答不上就放过我好吗？好，给你一次机会。你打了10把王者，输了2把，那么赢了多少把？这么简单，8把。嗯，好家伙，被反套路了。主人，你想听什么？我不想听。让我们一起欣赏李欣怡的不想听。宝宝的内心一定是崩溃的。小爱同学，哎，放首歌，我要睡觉了。咋的，你要给我送走啊你？曲一响，布一盖，哭的哭，抬的抬，从此人间不再来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还唱不？你以为电铃给我掏了，我就不能送走你了吗？你个王八蛋！这是我新买的音响，我现在觉得头疼。在。我脸上有东西，帮我弄掉。是左边，你是不是傻？真有毛病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放个屁。这个有点难住我了，你可以让旁边的来一个天猫精灵。Hello? 放个屁。Later. 小爱同学，我在。学狗叫。我又不是狗，干嘛让我学？喂，旁边的天猫精灵，阿雷狗叫。四大家族开会名场面。小安同学，哎，放个屁。咦，主人好坏，小爱是淑女呀，叫小爱做这种事情好难为情呀。天猫精灵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阿爹，这么奇特的要求我还是第一次听到。叮咚班长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个吗？作为东哥家的网红，营销界的新星，我要随时随地保持形象，不能随便出面。这样吧，学习委员，你怎么看？小爱同学，你的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。学习委员，别卖关子，快说快说。嘿嘿嘿，对不起了，天猫精灵。再放个屁。你说。